记者现在位于新北29区联导会大和联盟基督教文化交流协会在7月16号共同举办的新北城市祈祷早餐会，现场邀请了新北市长侯友宜及市府团队与商业政治等200多位牧者领袖同心合意的在此地为新北及台湾这块土地来祷告。主啊，我们把侯市长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带领他，主啊，继续成为新北百姓的祝福。第一次我们所有的众牧长还有一些基督徒的各从业人员聚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为国家，为我们的城市，为这个土地的居民来祷告，我觉得很有感动，因为真的我相信神的能力要继续临到这块土地。新北市今天和气有秀，办了第一场新北城市的祈祷早餐会，也凝聚了大家基督徒对这块土地爱的力量的延伸。尤其在疫情的期间，我看到大家以耶稣基督之名联合了各地区跟我们的抗疫伙伴站在一起。教会在疫情期间协助政府扮演稳定社会人心的重要力量，会中新北十大行政区的牧长们也与市长拼出属于新北市的十字架，盼望象征爱与包容的十架精神能够彰显在新北市。我相信信仰会带来一股翻转跟力量，并且在我的内心，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确信宗教信仰是逾越政治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可以各宗派一起来为这个国度祷告的时候，我相信那带出的力量是极大的。看到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为侯市长跟市府团队一起来祷告，今天是真的不分党派，我们同心合意恳求神掌权作王在新北市，好让整个市府团队能够存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能够与神同行。我们爱这片土地，所以我们大家要齐声为我们所爱的土地来祈祷。虽然疫情尚未止息，加上2022年县市长选举即将来临，这场祈祷早餐会不分党派、不分宗派，看见众人同心合一为这块土地来祝福。以上是 GoodTV 新闻中心新北采访报道。